好，大家早安，我们就要持续来关注到康瑞台风，它目前呢在早上已经减弱为一个轻度台风了，但是它还是有持续在影响我们的天气情况。但是我们先来看到昨天的雨量累积的部分呢，因为康瑞台风昨天登陆的时候，它依然是一个强烈台风，所以带来的风雨也是相当的可观。来看到昨天在花莲的秀林乡是下了1199.5毫米哦，是直接破千毫米了。另外在台中的和平区也有887.0毫米，宜兰的大同乡829.5毫米，花莲的玉里镇824.0毫米，在花莲的卓溪乡也下了717.0毫米。所以看到昨天的降雨呢，其实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整个东半部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哦。昨天的降雨量都是来到了700毫米以上的等级。那么今天开始呢，白天啊，东半部地区的天气就会要慢慢的缓和下来了，所以降雨也会开始慢慢的要趋缓了。但是今天降雨的热区呢，主要就会是集中在整个中部以北的部分。因为虽然这个康瑞台风它已经出海了，不过它其实是在慢慢的北上的一个路径哦，所以它北上的时候呢，它的云系还是会影响到包含整个中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的天气哦。今天可能云层量都还是稍微比较偏多一些，也会不定时下着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警报图，因为台风它已经出海了，所以现在路径跟海警范围是稍微有一点改变了。现在路径的范围呢，依然是包含了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以及马祖，因为现在台风就是朝着马祖的方向前进。那么海警的范围现在也直接往北移了，所以可以看到包含了台湾北部的海面、台湾海峡的北部以及台湾东北部的海面，现在都还在海警的范围哦。那预计呢，今天的上半天啊，可能稍晚一点呢，台湾本岛就会彻底的解除陆上台风警报了。那么中午的时候，马祖也会解除陆上台风警报。那大概是要到今天下午的时候，海上台风警报也会正式的解除。所以我们持续来关注康瑞台风它目前的一个路径哦。现在呢，它其实距离马祖是相当的接近了，它现在的位置在马祖的东方大约80公里的海面上。那它的速度其实相当的快哦，它现在是每小时35转42公里的速度，它是向着北北东要转东北东的方向来前进。那预计呢，它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很快其实就会减弱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了。那目前它是一个轻度台风，所以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28公尺，这个相当于是10级的强阵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5公尺，相当于是12级的强阵风。那目前呢，它只剩下7级风的暴风半径，但是还是有180公里哦，所以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强度在那里。那今天就要特别提醒的是，马祖的观众朋友真的要多加的留意，因为今天会有一些强风豪雨的情况。那我们从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得更清楚，目前的雨是怎么下的呢？可以看到台风它现在的结构已经是相当的松散了，因为它已经减弱为一个轻度台风了。但是可以看到它的云系还是持续影响到我们的天气，所以今天的整个上半天呢，全台各地都还是有机会下着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么山区，尤其中部的山区，也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豪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预计是要到今天下半天入夜之后呢，全台各地的天气才会慢慢的稳定下来，也会渐渐的放晴。那我们再来看到气象署还是有持续针对了一些县市有发布豪雨特报的部分哦，因为今天呢还是会持续受到康瑞台风它的一些影响，所以目前大豪雨的部分呢就是在高雄市的山区要特别的留意。那豪雨的部分呢也全部都是在山区哦，包含了有苗栗、台中、南投、嘉义以及屏东的山区，目前都还是有发布豪雨特报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山区今天的雨势还是会比较强劲一些，所以没事的话千万不要前往山区哦，因为山区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灾情，有一些落石啊、坍方，还有土石流等等情况，所以大家是不要前往的。那么大雨特报的部分，可以看到就是包含了整个苗栗以南的平地、宜兰的山区、花莲、台东的山区，还有离岛的澎湖跟连江县，所以要提醒这几个县市的观众朋友，出门上班上课还是要多加的留意。再来就是强风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到定量降水预报图哦。现在看到白天的部分呢，好，今天可以看到主要的降雨会是集中在整个中部地区哦，因为现在呢，台风的外围环流云系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到我们。那么北部地区除了有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之外呢，还有东北季风，因为现在我们还是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北部地区也还是会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但是可以看到整个东半部地区以及呢南部还有恒春半岛昨天下雨的重灾区呢，今天都
都是已经慢慢的缓和下来了。那到晚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全台各地都已经回到放晴、晴朗、稳定的好天气。那预计呢，周休假期哦，只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也就是宜兰，可能还会是稍微湿湿凉凉这样的天气。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依然是有发布了强风特报，主要呢，台风它虽然在慢慢的远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台风它就是它的风力是比较强劲一些的。那目前11级以上的强阵风呢，可能就会出现在马祖的部分，因为现在台风距离马祖是相当的接近哦。那么今天整个沿海地区也都还是有机会出现9到10级左右的强阵风，所以看到包含了苗栗到云林，还有新竹以北哦，以及宜兰、花莲、兰屿、绿岛跟澎湖，所以今天沿海空旷地区的风力都还是会稍微比较强劲一些。至于波浪的部分呢，要提醒大家，虽然台风在慢慢的远离我们了，但是呢，现在在马祖这边呢，就会出现大概5到6米左右的长浪。另外，我们的沿海地区其实风浪也都还是比较大一些，尤其是在北部的海面以及呢东北部地区，都还是会稍微出现3到4米左右的浪高。那整个西半部地区目前也还是有观测到4米左右的浪高，所以要提醒海上作业的观众朋友呢，可能今天呢还是要最好呢还是不要出海哦，因为目前海面上还是相当的不平静。最后小叮咛，有几件事情要提醒大家了，今天白天开始台风就会慢慢的要远离我们了，但是马祖呢，因为现在台风就距离马祖大概只有70公里左右，所以马祖还是要慎防有可能会有一些强风豪雨的情况。那山区的部分呢，因为连日来都降下了豪雨，尤其今天这个雨势还会持续，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前往山区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可能会有一些土石流的灾情。另外沿海地区也都还是有3到5米的长浪，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不要前往海边活动。那么以上就这一节气象资讯提供给您。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5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活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